年市警察局加联合案报组民间正式监视器建立治安监视器的网络，但是参加的民众有的人无愿意搁再参加，嘛来造成部分的小组长需要家己来拿200块的费用，所以嘉义市副局长邱宏钦认为，是不是当找出条方案，和这个治安的方案会当保持稳坐。嘉义市警察局嘉陵专案补助民间增设监视器，建立嘉义市治安保死角。咱无采广告钱，要去收，你的好名声，要予咱嘉义每一个角落，吼，对这治安方面拢有死角。啊，你若常常拄伫迄方面发生问题的时候，你要叫公司去调查，或者你怎邱宏钦认为，当初是嘉义市长买治安无死角的帮助，目前有35组无用。其实补助有伫个使用的意义，补助是毋是会当找出方案，或者治安方案保持运作？你这个结论进行是怎么回？咱是讲一个每一户的小组长有咧使用的，啊，补助啥地方？嘉义市长认为，听到这家人装案的帮助有真多，会去建议寻求合法方案。警察局这边带来人力，能够让他永续的经营啊，而且还有凝聚力，对整个我们治安才会有实质的帮忙。好，那我马提现在就说，全民一起来监督，全民一起来做，那大家啊，使用者付费，这绝对是要的。但是如何让他做得最好，又有普及性的价值？邱宏钦表示，是不是会当清查？目前有协助加联专案伫咧使用者，会当的话，变咧医生可因协助补助3000块，唔是真大经费来解决。新闻新闻，蔡炳东家己市采访报道。